看一下啊，这里啊，啊，就实际上就在岸边上一米左右的距离，就是当时摩托车发现掉下去的地方。当时那个摩托车的反光镜啊，已经露出水面了。村民发现了之后就报警了。2015年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在湘潭县中路铺镇一个偏僻的池塘里，有村民发现一辆男士摩托车竟然沉在水中。然而当民警赶到现场并看到这辆落水的摩托车后，他们想到的就是10多天前发现的一段视频监控。2015年9月20日，湘潭县中路铺镇派出所接到镇上一户人家报警，称自己家中的保险柜被人盗走。他大概凌晨2点左右听到家附近有异响，他也没在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发现家里的保险柜被盗了，装了现金以及一些金银首饰，5万块钱左右。通过调取中路铺镇上主要街道的视频监控，警方发现20号凌晨1点左右，一辆快速通过视频监控点的摩托车形迹可疑。他这个车子还是有那么一点特点，就是有2个排气管。通过视频监控，警方开始着重寻找带有2个排气管的可疑摩托车下落。给我们的感觉啊，他应该是知道那里有个摄像头，有意识的回避这个摄像头，就是说他到那附近感觉好像突然加速。通过一段时间走访，警方比对了大量摩托车，却并没有发现疑似嫌疑摩托车。然而当落水摩托车被打捞上来并经过现场民警仔细勘验后，却突然发现这辆落水的摩托车正是2015年9月20号凌晨出现在视频监控画面中的那辆可疑摩托车。突然出现的摩托车让办案的民警欣喜不已，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入室盗窃保险柜案件的直接线索。警方分析，摩托车之所以被抛弃在了水塘中，是因为嫌疑人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故意将作案使用的摩托车推入到水塘中了。如今这辆摩托车已经被打捞了上来，只要找到车主，破获这起盗窃案就指日可待了。而当警方顺着这条思路调查后，却发现在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落水摩托车被打捞上岸，车主究竟身在何处？在关键是这个人确实就是没不见了。通过走访排查，警方却发现抛弃摩托车的人并不像是那名失踪的嫌疑人。水不是太深，大概是个1米多深。你要消费的话，地点选择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看似普通的盗窃案却疑点重重，案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失踪的嫌疑人一线正在播出。通过查询，警方很快确认了那辆落水摩托车的车主马银峰，今年59岁，湘潭县人。不单只是我确认，周围的那些认识他的人，他那些邻居啊，那些都认识他的摩托车，因为他那个摩托车的车型现在基本很少了。谈那车，没贴他，他因为是2个排气管的。马银峰平常驾驶的摩托车已经找到了，那么马银峰又身在何处呢？警方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可是经过找寻，却并没有发现马银峰的踪迹。但关键是这个人确实就是没不见了。摩托车被找到，马银峰又突然失踪，这让原本就可疑的马银峰嫌疑更加大了。这个盗窃前科，而且平常也没有正当职业。当时想，是不是这个对象畏罪潜逃，或者是知道公安机关发现他的摩托车是那个作案的工具，干脆这个摩托车不要了。然而对于警方的猜测，马银峰的家人却表示坚决反对。自从那一次出来以后嘛，就是在监狱出来以后嘛，听说是没有就是从他那个就业了，好像每年还是出去做点事。据马银峰家人说，虽然马银峰曾经犯过错，但是如今应该已经痛改前非，不会再做出盗窃他人财物的事来。并且马银峰家人觉得抛弃摩托车的水塘离马银峰租住地非常近，
无论盗窃保险柜的嫌疑人是不是马英峰，他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摩托车丢弃到离自家不远的水塘里，因为周边村民都能认出他的摩托车，一旦被发现反而更可能增加他的嫌疑。你看村子就在我手指的那个地方，不是一个黑色的布那里吗？就在那个地方，离这地方其实也不摩托车我舅舅骑了好多年了，这个摩托车掉到池塘里面，其实我心里当时还是有一丝怀疑。其次，马云峰的外甥还说，马云峰平时特别珍惜自己的物品，即便他真的临时起意畏罪潜逃，也不会将摩托车扔了，而是会选择卖掉或者藏起来。而且马云峰比较重视亲情，他也不可能在离开家十多天的时间里和家人任何联系都没有。每一次要出去打工或者怎么了，他跟他家里的一个堂嫂告诉他，他说我去哪里做几个月事。难道盗窃保险柜案件的嫌疑人另有他人？马云峰和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对于马云峰家人的分析，警方也立即进行了调查。经过排查，被盗窃的保险柜高度将近80厘米，重量有100多斤。又大又重的保险柜要从家里直接抬走，要不就是团伙作案，要不就是嫌疑人身强力壮。可是马云峰快60岁了，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将保险柜抬走显然不太可能。如果是团伙作案呢？当天晚上的监控中又没有出现其他人，而且马云峰的摩托车上也没有拉什么东西，难道当晚盗窃保险柜的嫌疑人另有其人？如果真是那样，马云峰的摩托车为何又会出现在水塘中呢？这个摩托车从这个抛弃的地点来看，不太像这个专门的这个抛弃，因为它这个抛在这个池塘是在一个村子里的必经的水泥路边上。对这个塘啊的水深呢了解了一下，水不是太深，大概是个1米多深。后来马上一想，这不对啊，它也不是全部没在水里，还是比较容易被发现。你要消费的话，非要做得更隐蔽，地点选择啊也不会在这个地方。马云峰的失踪让案件出现诸多疑点，而揭开这些疑团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马云峰本人。但是对于突然消失的马云峰，马云峰家人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可能就是出事了，因为他那个人特别爱惜自己的东西。据马云峰的家人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0多天前，之后马云峰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如今他的摩托车竟然在水塘里被发现，这显然很不寻常。难道马云峰遇到了什么事故？因为他那个摩托车在池塘里那个位置啊，刚好是个转弯的地方。我当时考虑的就是摩托车骑摩托车摔在池塘里面，然后人受伤了，住进医院了，这些天没出来，没来打捞。警方对此事也迅速展开了调查，可是经过初步走访，却并没有发现马云峰的踪迹。在当地的这个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也没有发现。而当警方来到了马云峰的租住地进行查看时，几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警觉。然后发现他的身份证、他的银行卡、户口本这些东西都很好的放在家里，而且还有一套没有洗的换洗衣服。他那个饭桌上吃饭过啊的碗筷没有洗，只有一个人吃饭，就是一双筷子嘛。对我舅舅的这个生活习惯嘛，我还是比较了解。他是一个很特别爱干净的人，就是要出门的话，他这些东西都会收拾得很干净。马云峰失踪了，而他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家中。警方分析，这似乎不像蓄意潜逃，而且马云峰平常特别爱干净，如今吃完饭的碗筷和换洗的衣服都还没有清洗就出门了。在警方看来，这种种迹象似乎表明马云峰只是临时有事出门，却再也没有回来。感觉还是跟不是一普通的那个失联事件。突然想到一种更可怕的结果，多年的工作经验，应该是一个命案，发生了一个命案。警方推测，马云峰很可能已经遇害，
于是对发现摩托车的水塘进行打捞，但是没有发现马迎峰的尸体。但是警方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这个想法，他们对马银峰的行踪进行了调查，试图找出他失踪后的去向，并且警方围绕着马银峰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寻找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马银峰究竟遭遇了什么？警方全力寻找真相。第一个是侵财，第二个就是矛盾仇杀，第三个就是情杀，无法确定这个侦查方向，所以都要考虑。失踪的嫌疑人一线正在播出。办案民警以马银峰家为中心，对周边进行走访，可得到的线索却少之又少。最近有没有看到老师呢？没看见，没看到。他之前是不是经常会来啊？还是好去掉了一面，肯定没进来吧？没进来，没进来。当办案民警走访到失事水塘附近时，有村民反映，9月21日中午曾经看见过马银峰在打麻将。跟警官去警察局找我的打牌不啦啊？跟姐姐的老朋友在这个里。村民说，当天下午3点多，马银峰就从自己这儿离开了，而当天晚上8点多，还看见马银峰骑摩托车从自己家门前路过，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把摩托车当成天灯啊，那个灯。通过对周边村民走访，办案民警大致确定，马银峰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家视线中是在9月21日晚上8点半左右。那么之后他去哪儿了？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是作为一个命案，我们首先考虑到他是什么时候出事的，就是要查清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啊。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看看他的通讯联系。当警方调取了马银峰的通话记录后，一个神秘的号码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这个是我们调取了失踪者的话单啊，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分析。那么从通话记录可以看到，他的末次通话是在9月21日的晚上，从那天晚上以后再没有任何通话记录，最后通话时间是在当天晚上深夜23点多。那么跟一个号码有过多次的联系被叫。从通话清单可以看到，21号晚上23点30分左右，马银峰曾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来电8次，并且通话时间都非常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确认当晚与马银峰多次通话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马银峰到底说了些什么。杨某这个人可能是嫌疑人，那么杨某也是一个证人，能够知道他最后的活动情况，所以围绕这个号码我们开展了相应的侦查调查工作。通过查询得知，此人姓杨，也是湘潭县中路铺镇人，跟马银峰关系比较好，我这里一个村民。经过对他的背景以及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发现这个人生活很简单，要么就在外地打工，可能打完工赚点钱又回来休息一段。通过走访，办案民警还得知，2015年9月21号和22号，此人一直待在家中。那么明显的不具备作案什么条件，比如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排除了。同时该男子说，当晚他和马银峰通话时，马银峰并没有异常，而对于马银峰的去向，他表示自己也是一无所知。那么感觉心里突然有一颗悬着的石头，并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们如果设定，现在我们只能设定是吧，他遇害了，但是他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没有发现尸体，没办法定案。围绕马银峰的社会关系，办案民警展开了走访摸排。从走访中，民警得知马银峰在当地有个绰号叫老鼠。我想老鼠俗话不是说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吗？这个小脚不干净嘛啊，又没有堂客，又没有小孩，就是一个人。不少村民表示，马银峰经常扒窃村里人的物品，即便曾经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如今仍屡教不改，这让他们非常恼火。而且就在马银峰失踪之前，还曾经偷过邻村一户人家的钱，
为此对方曾多次上门要找马云峰算账。马云峰还了别人个钱吧，里面有2700块钱，就当成是算不上，也是算不上完的，他屋里亲戚的，就找他没有找到，当成便宜就都是这么还你，因为那边拿了2回人吧，2次，找他没有找到。那么会不会是对方因为被偷了钱而实施报复呢？把他软禁了吧，是不是？仇杀，这个也当时也考了，因为他的关系复杂，这个人也比较暴躁。可是经过走访和排查，办案民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当晚，他的邻居以及他的亲属肯定的记得，当天他就是在家里，所以我们可以排除他与马云峰失踪有直接的联系。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马云峰的失踪是遭失窃者报复所为，那么难道他是在夜晚独自外出时遭人劫财？劫财可能把他不应该把摩托车扔到水里，应该把摩托车抢走。办案民警从马云峰住处所找到的银行卡，以及结合摩托车在池塘中被发现来看，重大财物都没有丢失，不像是遭人劫财。第一个是侵财，第二个就是矛盾仇杀，第三个就是情杀，没有中心现场，无法确定这个侦查方向，所以都要考虑。那么难道是马云峰遭遇感情纠纷而遭人狠下毒手了？可是马云峰既没结婚又没女朋友，这样的事情似乎更不像会发生在他身上。正当办案民警一筹莫展时，对马云峰住处周边进行排查的民警获得了一条线索。从外地进来一批货，这个超市老板叫了马云峰等4人去搬货卸货。据超市老板说，2015年9月21号下午4点多，他叫来了马云峰等一行4人帮忙卸货。而这4个人当中，马云峰似乎和其中一名男子关系特别好。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人啊，联系最多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关系代表，而且是师徒相称。据警方了解，与马云峰以师徒相称的这名男子名叫郭铁强，湘潭县人，并且据村民反映，郭铁强对马云峰言听计从。说他徒弟，据他们反映也是比较老实，马云峰在他面前就是那种大哥大的形象。就是干活吧，也是干什么都是吧，弄了钱赚了钱吧。可是也有村民却对郭铁强和马云峰的关系存在其他看法。有村民就表示，虽然郭铁强对马云峰的确特别好，但是马云峰却经常对郭铁强发脾气。你这哥的穷嘞，他就跟不住，他老许是不样，老许什么他就是还要打什么嘞。马云峰是师傅嘛，啊，所以一般这个徒弟还是怕师傅。此外，有村民还曾看见马云峰在一次喝过酒后，曾经动手打过郭铁强的女朋友。他可以动手的，打个后面记得在吧？动到隔天穷到。我问过我弟弟，我你他打他，你晓不晓得？他们都晓得。在我家里打的，这喝的酒，也是就是吃饭，我在我家里吃饭呢，也是只不菜买好的菜了，就是随便搞个青菜，那就来气了，就给了这个女的一巴掌。我这店就做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在吃我的饭呢，他打的我没起身。郭铁强说，虽然那次自己女朋友挨了打，但是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和马云峰闹翻。我老夫什么，我这招呼我确实是不对，赔道歉，不该打他，赔点2块钱。在郭铁强看来，马云峰是喝了酒才会一时冲动，平时里对自己还是特别关照的。因此对马云峰打自己女朋友一事，郭铁强也没太放在心上。可是没过多久，村上又传开了一些关于郭铁强女朋友的流言蜚语。反正这女的那个印象也是不太好了，在应该在影响了嘛。有村民表示，马云峰和郭铁强女朋友有暧昧关系这件事，大家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几乎是村里被公开的秘密。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感情方面的问题，平时看上去好像对他言听计从啊，其实是不是内心一直就是仇怨在慢慢积累，是不是突然爆发了报复马云峰？
难道真是因为感情问题，郭铁强一直对马银峰怀恨在心，从而狠下毒手吗？对于外界传言的自己女朋友和马银峰暧昧不清，郭铁强又作何反应呢？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问问这个公司，我就当做我的事，把我自己事做好了就可以了。我买的要烟抽啊，买的要酒喝啊，要饭吃就可以了。虽然郭铁强称自己从不会理会外界传言，但是办案民警却发现，在9月21号马银峰失踪当天，郭铁强和马银峰似乎有过多次接触。21号的晚上，应该是马银峰是到了这个徒弟家里去吃的晚饭，究竟是不是去了？我们没有寻找到直接的目击证人。有村民反映说最后一天晚上看到马银峰去你家了，他没去吗？没去。没去。我就是我9月21号晚上我卸过货，给马银峰卸货，我们分散了。就分散了。我买了只搞房证，搞房证。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马银峰在失踪当晚曾经去过郭铁强家，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郭铁强当时的活动轨迹进行排查，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的现象。他家喂了很多狗，经常要到中路铺的农贸市场啊去捡这个猪的这些内脏来喂狗。然后我们调查就发现，在9月下旬到国庆这段时间，他没有到农贸市场去捡过这些东西了啊，这也是个行为的反常。然后为什么失踪了的这个马银峰他就租住在那个农贸市场里面，所以我们感觉是不是特意在回避到这个地方去。面对警方的怀疑，郭铁强却连声叫冤，说自己和马银峰是师徒关系，他怎么可能会加害于自己的师父呢？你见过马银峰没有？没遇到。没有。你知不知道马银峰到哪去了？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不知道。不可能流氓啊，你我们要锁死他。对于郭铁强的反应，村民们也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郭铁强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个胆量加害于马银峰。同时，郭铁强回忆道，21号下午他和马银峰一起卸货时，好像听马银峰提到要出去打工。你到家大点，你做事去了，我是这样说的。马银峰真的去大连打工了吗？郭铁强言之凿凿，似乎这话的可信度很高。但如果真的是去打工了，怎么会连身份证都不拿，连家中的碗筷都没有洗就着急出门了？而且警方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在对郭铁强的女友何敏进行询问时，何敏说她和马银峰很少来往，并不熟，这与警方所了解到的事实并不符。恰恰是在9月21号前后，他跟马银峰的通话的记录被他有选择的删除了。何敏欲盖弥彰的表现让他和郭铁强的嫌疑骤然增加，警方重点对这对男女展开了调查，案情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酒后深夜，曾经关系要好的师徒二人却为何最终上演了一场悲剧？他那个脖子我就没出气不也，还是今天不是我死你是你吗？失踪的嫌疑人一线正在播出。确定何敏和郭铁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后，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对何敏和郭铁强进行排查，一路寻找案发第一现场。为了防止这两个对象潜逃，我们就把他们转送到公安机关了，来进行以调查的名义呢来进行呢审查。既然是一个命案，那么我们要寻找第一现场，应该又是一个晚上，最有可能的就是在这个郭铁强家里。我们就连夜安排了继续继续民警呢都到家里进行勘查。通过技术人员仔细勘查，办案民警在郭铁强和何敏的住处有了重大发现。这个现场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他杀案件现场，它的四面外墙呢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喷溅状和挥洒状的血液，
然后地面呢有那种浅雪痕迹，就是说有大量的雪坡经过水的冲洗、抹布的拖擦、打扫之后留下的那种印子。然后在他电视柜和这个梳妆台的柜体侧面，也能看到很明显的擦拭状血和留住状血。我们做了试验，可以确定是人血。通过对血液样本采集并进行 DNA 比对，第二天比对结果出来后，果然印证了警方一直以来的推测，出现在何敏和郭铁强家中的大量细微血迹正是来自已经失踪了十多天的马银峰身上，并且通过现场的大量血迹，办案民警确定郭铁强家就是案发第一现场，只是在郭铁强家中警方却并没有发现受害者尸体。发现不了尸体，我们就跟案就跟就不能立案，心里还是着急。虽然办案民警已经掌握直接证据证明马银峰已经遭到郭铁强和何敏杀害，但是面对警方询问，郭铁强仍然坚决否认作案事实。听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矛盾很深，说很可能就是因为矛盾太深，你一时气不过就把他给弄死了。不是，不是这样的，不可能这样的。我们的关系蛮好，我们呢又调整了那个审讯的方法，又加大了那个跟进的力量，后来确定了把这个女的作为我们重点跟进的对象。态度好，把问题仔细讲清楚，然后是个从犯，那么还可以救命。然后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问了一句，是吧，是不是真的，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有底了。把我头滑到那墙上，我就用手打了他两下，我这手没得好大的劲，打不到眼部，我拿毛巾打了。我没动手，我当时好怕好紧张。何敏主动承认犯罪事实后，办案民警再次对郭铁强进行审讯。啊，郭铁强后来啊挣扎了一下，后来看到这个现实，先后开口了。当天下午啊，我们就带着这个何敏啊，由他带路。啊，首先对这个第一现场、中心现场啊进行了相应的指认，然后再带我们到了这个抛尸的地点，把它扔到了家后面一个废弃的炕上的盘洞里。收掉！听到搞不了。把那个东地方打不行行，我隔离穷要不耍个老夫子是没一个你行行。当大家得知马银峰已经被杀害后，也都表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么和马银峰关系一向不错的郭铁强为何会对马银峰狠下杀手呢？他那个脖子插了脖子扑到扑上，我就没出气不也。我就而且我也讲话不接的，那样都能听得到。那个精灵不是我是，你是你吧？郭铁强说，马银峰在9月21号深夜闯入自己家中，并对自己大打出手。原本只想挣脱马银峰对自己的束缚，可是，在听到马银峰说了一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后，郭铁强顿时将自己内心多年来的压抑爆发了出来。我从来不会这个亏心事，无缘无仇的，我东过西方，东过不算，西过不算，凭什么杀他嘞？不可能的，是不是？郭铁强说，他和马银峰认识已经有十多年了，以前自己和马银峰关系确实很好，可自从自己在2年前开始和何敏交往后，马银峰慢慢的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并且只要喝了酒就会对何敏大打出手。他经常到我家吃饭，我就是我家开个饭铺，我不是他就要打我，他说又没吃你的，关你屁事。他就喝的酒，每次这样的，不打的几，不是打一回，打了好多反正每次打了好多，每次这样的。不仅如此，何敏说，起初马银峰总是趁着郭铁强白天出门工作的时间，来到家中找自己。他用那个摩托车来接我，每次停在我们家平里。我说我不去。你不去我就打你。或许是马银峰看到郭铁强和何敏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产生激烈反抗，从而马银峰越来越变本加厉。那得别过来，他总是又过来了，过来了就买点烟酒给我朋友吃吧，
趁这个机会就带我走吧，就这样。老师是喊他去，你去去喊一晚就喊一去，那就是但是具体去啊，我也没有从来没有管过他。或许在顾铁强看来，自己是出于对何敏和马银峰的尊重，才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或许郭铁强感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压制住马银峰，才无奈地选择默认自己女朋友和自己师父之间的暧昧关系。但是让郭铁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9月11号晚上，这个马银峰不是在郭铁强家里啊，两人一起啊吃饭嘛，喝了酒啊，喝了酒，然后这个何敏从外面回来了。那吵起来了吧？他跟着这吵起来了。我不敢到我家的吃饭，何敏，我吃饭你要到我吃饭，我得起身打他。他打我没回手，后面打了一刀以后呢，就抢手机，抢个手机啊，就问，就要钱了，这样子，问要给好多钱，他就这一刀两断。当时这马云峰就，要跟这个何敏，啊，他就跟他，我跟你断绝关系吧。要给钱给我，问他要2000块钱，这何敏没有，当时就把何敏那个手机抢走了。何敏说，当天晚上马银峰拿着自己手机离开后，本想着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没过多久，马银峰却又再次来到自己家中。9点左右，大点我在哪里要敲门，给着手机不要了，就跌在铺上，跌在我床上啊。何敏就躲在个我家的那个厨房里面，就不看见了，他就走了。2015年9月21号晚上将近12点左右，已经睡着了的郭铁强和何敏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所惊醒。也是找我男朋友，我说我男朋友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吧。他硬是要他敲开门，把我家的门都踢坏了。无奈之下，郭铁强只得将门打开了。我把门一开的。我都吓得我脖子，咋办？那个掐了脖子，死的透气不赢。啊，今天不是你死的我吗？所以马英峰一听他这么说，就认为他当真了，是吧？他要搞死我，是吧？你想搞死我，不如我先搞死你。然后两个就打在一起了。我自己活得久，他也活得久。而且我把掐住了，我再叫火兵拿个，首先呢，是老扳手，拿扳手烤了几下。烤了几下，后面我就好了，还拿刀来。我已经犯了这样的错误了，我没办法。后悔把他杀了，要是不杀他，我肯定就不会来这个地方。从接到报案的疑似失踪案件，到通过侦查却并没有发现明显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大胆推断应该是命案。直至将案件最终破获，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共用时不到2天。如果不主动出击，错失了那个破案的时机，那有很多证据会迷失的。所以我是选择主动出击，快速反应。打击呢也是最好的防范，所以我们始终保持对那个严重暴力犯罪的高压态势。前面压缩犯罪的空间，前面的两枪两刀犯罪基本上截击，所以这也是什么？有点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带来的一种民调好的结果。一段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让原本关系要好的师徒二人最终反目成仇，甚至产生了杀念。如今案件虽然已经告破，但是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嫌疑人还是被害人的家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如果在一开始郭铁强和何敏在面对马银峰不断的滋事时不是选择隐忍，而是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